我们只看到图稿嘛。对。对，然后现在等于是把图稿完全变成了。对。在以往就是定制婚纱，然后又是这种宫廷式的，听话很繁复的一件白纱，有时候在国外是将近要上百万。期待吗？期待成品。在这里要邀请嘉良转身面向后方这扇幸福大门，新娘韦恩请进场。来到了林立老师的婚纱，呼呼，享誉国际的林立老师，真的国宝级的哦。所以这是林立老师帮你特别设计的一整套的婚纱吗？对。因为上次我们只看到图稿嘛，对，对，然后现在等于是把图稿完全变成了。对，在以往就是定制婚纱，然后又是这种宫廷式的，听话很繁复的一件白纱，有时候在国外是将近要上百万。在看设计稿，然后就来来回回有在做一些改版讨论，对，然后之后可能比如说我们会有试胚的过程，试半成品、制成品的过程等等，所以它其实中间的手工跟就是它的工时其实是非常长的。嗯，对，这个是第一阶段，因为我们还会有第二阶段的浮夸，以及第三阶段的就是上精致手工的部分。所以我说目前只有四十五趴。期待吗？期待成品。漂亮吗？你们是我团队的人，你们真的好棒，好用心，我真的很期待所有团队他们找到的所有的布料，然后材料这些东西，然后再把它用在这个上面。婚纱就是这样来的。其实我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光是彩排就泪崩，心情上的，就是你的心里面状态。我是一个感性的人，我是一个对这一块完全没有抵抗力的一个男子。是，我也不想，我本来想彩排，我尽量不流泪，发现哦不行，会被大家发现。大家的掌声，谢谢大王，谢谢嘉良。我在这里要邀请嘉良转身面向后方这扇幸福大门，新娘韦恩请进场。接着也要来邀请韦恩，我们转身面向爸爸，爸爸今天也站在你的面前，要给你最多的祝福，邀请韦恩上前给爸爸大大的拥抱。谢谢你爸爸，请爸爸交手。交手的瞬间是责任的寄托，接下来韦恩就交到嘉良的手里了。我在这里正式宣布你们两位成为正式夫妻，掌声跟尖叫来一点。掌声跟尖叫。嘉良先生，你现在可以拥吻你的妻子了。Peace is the right。哇！韦恩，认识你之前，其实并不知道缘分是一件这么浪漫的事情。我们大约十多年前，大概十年前，我们曾经在一个场合相遇过，但是那时候我们没有任何交集，我们没有对话，你甚至也不知道我在现场。但是那一次，是我们此生离
彼此最近的距离。浪漫的缘分让我们彼此中间度过了自己的人生，兜了一大圈，又让我们遇到彼此。这一次我们有了对话，有了认识，也有了爱。我很谢谢，我会一直牵着你，陪着你，护着你，直到我们的人生旅途结束。谢谢你让我人生有了不一样的改变，让我感受到有家的感觉。谢谢你，总是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一直在我身边。也谢谢你，总是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会安慰我，给我一个很大的拥抱。谢谢你，愿意陪着我度过接下来的下半辈子。接下来，只要有你的地方，那里就是我的家。我爱你，老公。接着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画面需要大家共同见证。邀请我们的伴郎袁健帮我们递出戒指，邀请嘉良拿起老婆的戒指，请为维恩戴上戒指，也谢谢伴郎。在彼此交换戒指之后，邀请所有人共同来见证两个人美好的画面。邀请新人将戒指秀给大家看，所有人共同来用掌声来祝福着韦恩跟嘉良。谢谢现场所有人的祝福，新人谢嘉宾一鞠躬。一、二、三，哇！好，我们要来考考大家是不是都准备好了？要接好哦，我们准备喽。一